首先感谢 B 站 UP 主超努力的摸鱼熬夜干的地图工坊，才能让我的想法得到了实现。本片需要开启你的平行眼，尽量小屏或缩小画面，电脑端可以中远距离观看，手机正对自己后注意两个画面上有两个小圈，举起自己的手指，视点放在手指上后手机会有重影，逐渐调整视点，将重影画面的两个小圈重合在一起，去掉圆圈后看中间，我们得到了 3D 画面，小圈一直放在下面，大家来试试吧。记住我刚刚的话，看底下的小圆圈，将它们重合到中间，我们来适应一下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为我点赞、投币、加。